人为创造，就存在人为的毁灭。将虚空说的神乎其神，不过是用死亡去改变生命的形式，从而获得永恒。小薇，大家好，我是杏灵儿，在《雄兵连三》《雷霆万钧》中为蔷薇、青青、麒麟配音。卡尔将虚空说的神乎其神，不过是用死亡去改变生命的形式，从而获得永恒。而如何进入虚空？黑洞或许是个突破口。要是能够模拟黑洞在时空上的运行轨迹，也许就能突破限制，随意进入指定时空。杀戮是一项重要的时空研究成果，究竟是什么？对于这个您曾珍视的学生，你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吗？三天不打你，就皮痒了哈。人们之所以能怀抱希望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绝望。梁冰兑现了他的承诺，我也要兑现我的承诺。我曾经最憎恨的人，却为我牺牲了自己，你叫我如何背弃？这笔账迟早会用。